做纺织前处理衣机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台呢？因为像以前我们在印制那个 DTG 纺织直喷机的时候，印制深色布料的时候就要上前处理衣的部分。那像以前都是用这种喷雾罐，那喷雾罐的缺点就是它喷出来的量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，就会像这样子的忽大忽小的样子。那像前处理衣机的话，我们这台操作很简单，那它的量都是可以做控制的。那操作面板就是在这边，比如说我们按开始，我们一开始如果是全程，它就是整个都是会这样喷。你看它的喷雾是很细很均匀的，或是说我只要一半的部分，我就是把它这边切成半程，然后再按开始，它就是喷一半。那这一台还有就是分单向跟双向，就是我来回喷的意思，就是来的时候有喷，然后双向的话就是会像这样子来回都喷。那这边也可以调整它的速度，就会有差异。那在我们上前处理衣的话，它就会比较均匀，才不会说我们之后去喷直喷上去的颜色可能我上的不均匀，导致我再去压烫它颜色就会不均。那这一台就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前处理衣机，那如果你们想要订购的话，在我们下面官网可以留言。